先再次出手，王浩吉这次短了，但进攻篮板就是蔡文成啊，加速马力给捡回来。罗宗杰后撤这一步啊，结果两杆配过来给黄宗翰，这一次好球啊，拉了一杆左手放进。这边要给球的时候又被黄宗翰给抄掉，黄宗翰给抄掉。周国勋没有拿稳，但是还好。查卡西亚这次没有，篮板回到黄宗翰身上，得到个加。这必须啊，也是啊，今年 NBA 最多的。之前这球被点掉了，因为他的例行赛参考值不高啊。这之后绕出来。收球的吉丁出手，中距离得手，篮板最后交下来，结果交到黄宗翰手上，直接两分轻松。